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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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，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，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。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法。你妈就是因为生你才死的，你不生的话你妈不就白死了。我不认识她，我觉得我出生我可不想成为他那样，因为这件事把自己脑子弄丢了。你妈就是当时生你才死的。什么叫因为我？王国政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成天在我面前提我妈，你没资格。我妈之所以会死，是因为她无底线的爱你。够了。